们的演出比较有剧场的感觉，就制造一个童话也好，故事也好，剧场感。剧场感。所以乍听之下，你可能会觉得这首歌，我们的歌其实都不太好跟着唱，这除了这首以外，就是大家听完可能会觉得好听，但也许会忘记，就是太多故事要讲。不是一个很流行的歌，所以我们虽然喜欢流行乐，但是我们做的音乐又不是那么流行。那你觉得你们音乐是什么？不是流行是什么？是一个有唱歌的交响乐。就是有一个交响乐团加上有这个浓缩在这四个人。现在就是歌剧吗？啊、这是做 demo， 所以是歌剧的概念啊。对，有受到影响。哦，剧场的形式有，我有观察到你们的演出，无论在道具或者是在走位上，你们是有经过设计的。这个是编剧。这是宇桥出自你的想法。其实他们都不知道我要干嘛，这我有点不知道该讲什么。我们都零演，我们就找，我们都是以为有便当吃。所以就是完全就是我自己在家里编剧，然后自己准备道具，然后自己演，就把他们当成零演这样子。那零演们，你们怎么样当称职的零演的？就做自己，把工作做好，就是很 enjoy 在音乐里面，当一棵树啊，在里面墙，是一棵古树，就对了。对对对对，那你觉得安排，你觉得不一样在哪里？你们乐团跟客家其他的乐团不一样在哪里？我觉得是难吃的，难吃的，难吃的，吃豆，吃豆，吃豆，对，吃豆。你觉得哪里不？那个，我觉得整个感觉应该是。就是有一个年轻的感觉，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本身就是算是相较于是年轻人的感觉，哦，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也没有，也不是这样讲，也有很多类似年轻，但是就是还是会觉得，因为我自己觉得啊，就是在台湾客语的歌可能比较没有这么多人听的，大概原因就是可能是就是还是太传统，就是那种，对，总之就是会觉得太传统，会有一点隔阂，就好像，就像我们不看歌仔戏，对，类似这种感觉，类似的那样子说，有尝试看啊，比较少人，就是会有一种距离感。对，但是我们整个乐团呈现出来的是，就是比较年轻，比较接近现在大部分，就是拿歌仔戏去演星际大战。对，还是这么说，对，类似这样子。哦，你刚刚这样举例是，你有汲取他们传统的一些精神和美的东西延续下来，但是你用，就是等于现在的歌仔戏也有那种 LED 啊、声光效果啊之类的，是这样的意思吗？对，再更高级，不要演。所以就是你觉得年轻化跟剧场是，就是故事性很强，是你们音乐的特色。其实我们也很就是玩自己喜欢的东西，只是把我们。自己会做的事情加进去我们的音乐里面，对，也许这样会让我们这一同一辈的朋友会很有共鸣，就更不会有这个比较贴近时下年轻人，比较像我们会做的事情。那你们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传统，你觉得传统很有距离感，就说你说现在客家音乐听起来，在你们听起来觉得还有很多是传统部分，你的传统是指？客家流行的创作还有很有传统意味，还是在你们听客家所谓的传统的曲调山歌，对你们来说就是太遥不可及了。我觉得山歌对我也有一点意义，但是我其实自己在家里还蛮常会看一些我老师的 YouTube， 就我跟我爸都会看，我会传给他们，他也会看了传给我。就他的就是属于创作的部分，对，还有海陆腔创作，你就是不知道哎，就觉得他的曲子，他一个人坐在那边弹唱，可是我就可以一直看一下，看一下，然后看到就真的是觉得就是想起很多小时候的事情，很深刻的他的音乐，知道，所以我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我也会想说。我能不能把这样子这么
特别的经验放到我自己的作品里面，就是他就是一个人唱歌，然后唱他发生的事情。可是我其实我是都默默一个人在家里看，觉得很有共鸣。对对对，其实我还搞不大清楚那是什么，但我觉得你刚刚讲过了，大概是失恋。其实有算，因为我有跟我爸讲说，我觉得陈永浩是长得跟我阿公好像哦，就跟我爸他爸。可我觉得应该不只是这样，不是应该，一定不只是这样。音乐再多听一点会有不同的感受。那你们在客家传统的乐曲里面，你觉得山歌虽然有点远，但是你们开始尝试在这些传统东西去找东西吗？我会去听表演，对，比如说我们表演者之前有演，你是都唱客乐，就是结合客家传统山歌，然后山歌浪响爵士的方式来呈现的，就是有一些融合的东西，会多听这些。我自己也开始一直去寻找说客家传统的东西，从那些传统的东西要把它变成就像你们说的时下人他可以接受跟会听，需要酝酿一下，需要去消化一下，整理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今天透过节目，大家知道二本猫呢，它特别的地方，它跟其他客家乐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们的音乐很有剧场故事性。期待下一次演出会有什么道具，可能会有一台什么胖卡在车上之类的，或者是音乐是更贴近、更年轻的。希望大家更多听二本猫的音乐，更多人来认识他们，当然也欢迎听其他的客家音乐哦。谢谢二本猫，再见，张磊亮，张磊亮，什么大家。